们最希望台湾情人改什么地方啊？我觉得他们太温柔了，太温柔，对啊 ，too gentle。太温柔很好啊，不喜欢温柔的吗？所以他你喜欢 heavy 的，他喜欢很舒服，他喜欢就叫 man， 他说太软弱。我很喜欢。杜丽想表达什么吗？哦，我就是很 man 啊，怎样？这个完完蛋了。哎呦，哪一个？啊？这不行啊，这人。这个舞蹈动作很多，很多很多。来，我们请二位转过来，预备备。好像要跳那个舞蹈机那个，哇哦！干什么东西？哇，山猪不错哦。山猪能不能稍微带点表情，不要那么猥琐猥琐，好不好？你在做早操啊？靠！哦，这一定是。为什么大家看起来这么好看？山猪又看起来怪怪的。哦，山猪其实可以耶，现学现卖耶，对，很像僵尸，好性感哦。我另外那个真的身材好棒，他真的很好，真的好棒。山猪为什么一个笑成这样，一个脸臭成这样？山猪你在打什么？哪里有蚊子吗？还是这样？山猪你在复健呐？你在踩跳舞机是不是？小梁哥一脸茫然，茫然。小梁哥现在在想很多事情。山猪，你表情怎么样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时间到，我们请二位把耳机拿下来。从刚刚，哎，对，从刚刚的劲歌热舞，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觉得是什么歌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就是会。他们两个跳的是一样的，对，同一首歌。那个还原度应该有90，跳台不错。有吗？跳台不错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都没有看你在跳，不好意思。大安森林公园会很常见到。我是最准的。我只能说他们两个各跳了50%。嗯，女生是谁？就女生啊，就到地上，然后腿都要打开。很多人都到地上站了，然后就转腰。国外的女歌手也会放进来吗？嗯，国外的女歌手有可能，还是只有华人华语的？不一定，国际的，这是国际，真的是国际，还不止，他有到国外啊什么的。他有国外吗？全世界，真的全世界。哦，真的哦。嗯。哎，不要再拖时间喽，要么我们就再看一次，你收一分；要么就现在打两分。如果是萧亚轩的什么歌？什么？我主打歌的那一首是不是？哦，主打歌那首是？对，爱的主打歌是？爱的主打歌是不是？所以确定你不能因为他长得像猪，你就是猜那个主打歌。猪打没有这样人身攻击的主持人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只是抛砖引玉。你有没有更好的答案？有吗？来，没有了，没有。答错，请喷。我们请把耳机戴上来，我们来看第二次，麻烦二位再跳第二次。精彩了，精彩了，我们可以再看一次好身材。重点。一样吗？然后有脚，对。你的脚是叼住了，是吧？哦，爬不起来的感觉。我们再看别人的，再看。山猪越跳越精湛，说你那个手是怎样啊？这是什么？只会让我觉得山猪的手稍微短了一点。我只觉得山猪的表情可以稍微活泼一点，大家会比较开心。对，哎，对啊，多好！对，你看多好，多可爱，是不是？啊？他的表情换下来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首歌手的姿势非常的多。有谁的歌曲手的姿势非常多？对，不是山猪怎么跳到最后脸赢到了钱？不是，开心，对对对，他希望用表情去引，去脸发白，去引导你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有这个，对。山猪，你要不要拿把椅子坐一下？他整个脸发白，脸发白，哎，有这个动作。
这个动作好像很多人都有，好厉害了，蔡依林太厉害，怎么他什么动作都有？怎么会给他这么大的提示呢？对啊，你太清楚了。三大丈夫，二一，来就是大丈夫答案吗？是不是？你问他干嘛？我不能没有，我说你是不是还在呼吸？还在，还在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好，你的答案是蔡依林大丈夫。答错请判。正确答案是。这难啦，这难啦。哎呦，对我刚第一个是不是讲萧亚轩？你就讲对啦。但蔡的主打歌是好几年前的歌了。哎呦，闪闪的人，对呀，对，对呀。安姐跟安卓，王牌的组合，对啊，梁安迪啊，梁安迪跟趴车先生，我后悔，我刚刚讲我学过民族舞蹈。好，猜题的是刚刚表演的山猪还有蔡安娜。好，那现在请你们二位转过去，然后把耳机戴上，我们来抽题目了。好，是，来看题目是什么？哦，怎么扭曲成这样 ？Oh my god！ 这个有，这个山猪应该。动作有的，而且这个比较简单，因为它比较近。对，对，它比较近。而且还好不是山猪跳的，跟我的年纪比较近。我知道。二位转过来，预备备。有在跳吗？哎，你看一看，安卓就是伴舞的，对不对？主 key 就是在我们浩然姐，是不是？一看就知道。当然在我们 Andy 姐身上啊。Andy 是他衣服上面的 logo。是名字吗？不是他的名字，好吗？我以为他的英文名叫 Andy。重点，重点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。哎，浩然姐有哎。哎呦哎，跳有有有有有。哦，还没看出来吗？浩然姐真的有，最近应该很寂寞。哎，如果跳前面那两位应该可以哦。重点，这里可以吗？跳前面那两位，我就应该知道。其实应该有一个跳前面那个比较，这个，哎。难，因为他没有一个太大的动作。但是我觉得 Andy 姐表现得真的很棒，她当年如果跳这个就好了。好了 ，Andy 姐不能再来了，来耳机放下来。因为我看她在那边走台步，然后就是这要靠山猪，是不是王心凌的歌啊？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，爱你啊，有有有，贝贝，请我多说一点。你刚刚有看到他们很强调脚的部分吗？有，他前面有，前面有，他脚也弄得很好啊。你不会想吃万能猪脚吗？啊，那是腿部饭。哦，那腿部饭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你们答案是王心凌的《爱你》。好像好，每一组都跳过王心凌。嘿，爱你。OK， 请喷。爱你。哇！来，我们请把耳机戴上。不好意思 ，Andy 姐要跳第二次了啊！预备备。浩然姐会跳哎，很会好不好？对啊，很会。聪明哥为什么要去种树呢？当时怎么会出抒情歌呢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应该唱飞向你飞向我，他就是第一代的动感歌手了。对，飞向你飞向我不算动感哎。啊，还不动感？那个时候算了啦。那个时候很动感。飞向你飞向我，还有然后动感。那个年代都是那种靠腰的歌曲，那已经算动感了。例如哪一些靠腰歌曲？那潘美辰啊，都是我想要一个人。而且人家在跳舞，在弄我，在 cue 我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是没觉得那个动感。哎，我们是，你到底是主持这个节目？主题在这里。我们怎么可以聊起来呢？而且三姑六婆聊得很开心啊。重点，重点，重点，重点。哎呦，浩然姐真的有，哇塞！重点，重点来了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这个手势不对吧？好猜，但手势不对。
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。哎，什么什么？讲看看。哦，这个好厉害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人家是甩奶。甩奶？甩奶是谁唱的？有动作。我要拿一个。真的，他讲没有奶这件事情特别有说服力。你都没有看我的嘴，山猪，你没看到我的嘴型吗？什么歌？我的在最后五秒钟。蔡依林的《爱你》。你有记到我吗？他没有这样，他跳得很好啊，这里。舞娘，蔡依林的舞娘，请喷，好棒，就是舞娘他娘就对了。我一在呼呼呼能看到吗？接近啊，你猜两个字啊，你对了，接近。难怪我觉得我刚刚帮你呼呼。对呀，我一直这样。妈，张伟玲姐，有看没有懂？啊，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两队，我们轮流派出三位到那边面对的镜头。是。说话，哎，也就是我们的口腔专家了。是，那我们的猜题者呢会戴耳机，所以他并听不见你们的说话，只能读唇语。唇语，所以你们的口型很重要。好了，那因为我们是两两队先攻嘛，是，那我们派出了猜题者呢，就是我们的山猪还有塔提亚娜。对，耳机请戴好。开始。他先碰。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上辈子烧了一炷香。来，分段。啊，对。那其实他嘴型清楚哎。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哦。现在是因为我们这辈子我要舍利子。你是想要出家了是吧？睁一只眼。闭一只眼，什么？我要陪你去看流星雨了。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哦，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恭喜答对。来，自由女神站在纽约海边。我天哪！很接近哦，自由，自，我也不知道塔提亚娜坐在那边是干嘛的。自由，摇滚女神，机油女神，站在，纽约海边，我觉得这很环保哎，就是一个海盗。自由女神站在纽约的海边，环保的一个概念。对，怎么你说怎么再来一次？自由女神站在纽约海边，恭喜答对。来，全恩为民，做人很厚道。是陈为民吗？哎，陈为民是厚道，是吗？陈为民做人很厚道。啊？陈为民做人很厚道。陈为民，嘿，怎么样？奈何桥？做人。不要冲动，那是以后的事。我们问你现在，做人很厚道，做人哦，陈为民做人很厚道，漂亮，对，恭喜答对。你讲话表情很浮夸，你像花喵很浮夸，你讲话，你笑话，好瓜讲话。李江花很野，江花也有浮夸，接近了表情。谁长得有多浮夸？我好想看啊！你讲这句话好像谁表情很浮夸写的歌词哦。野江花是什么的表情浮夸？李江花表情很浮夸，接近了，很接近。李江花讲话。
你将哦，你讲话表情很浮夸。我很小心，三猪他装无助，三猪很无助。看宋慧乔，宋仲基。但是。看宋慧乔，宋仲基。哎呦，最爱宋仲基。看宋慧乔，宋仲基。急，快快哦！哎，三叔，你有满头汗，我很少看到。那边不用动哦，只动嘴巴，他满身大汗的。看宋慧乔，宋仲基，太阳的后裔，宋仲基。看宋慧乔，宋仲基，看宋慧乔，宋仲基，慧乔。人因梦想而伟大。哦，什么蹦蹦跳跳很伟大？人因梦想而伟大。蹦跳很会打。人因梦想哦，人因梦想而伟大。答对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鸡鸡，我。天天啊，天天。你的脸。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年年。春年年富，年年踢多少处？天天想你，年年小玉。什么？天天年年天天想，语调变了哦。年年叫天天爷爷想你，像爷爷像亲。时间到，这一题的答案是。想你，天天问自己。哦，那个浩然姐有问题。你根本没有起来跳舞，为什么你满头大汗？真的好难猜哦。你不要一直讲女生好不好？怎么都是女生呢？咪儿咪儿来来来，没有，我之前往前，他真的是很麻烦。后来想到一个很棒的方法，其实你们可以跟我学，我。让他猜，我先猜。他说我选好了，你猜猜看，今天吃哪一间？哦，讲到猜，我也是会一肚子。因为猜到太阳下山也不会猜出来，出来啊。就那种，哎，我今天哪里不一样？你猜猜看。哦，这个也是，哦，好危险哦，太危险。陷阱。然后最后的答案就是，哦，人家今天去把这个字点掉了，你没有发现？那还算大，有的是那种什么眼睫毛啊、假睫毛的问题啊、头发长短发色的问题，那怎么猜得出来？指甲的问题。对，要猜。猜会有帮助吗？对啊对啊，我让他猜，然后他就一般会猜自己会喜欢吃的，对不对？不会猜你最讨厌的东西啊。哦。然后他猜第一对，我说：“哎，对，你猜对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好聪明哦。”他觉得嗯，我好聪明，好厉害，就很开心，就吃的很开心，就直接就去吃，对，然后就没有认真找吵。原来我们米尔真的是一个好女人哎。对。跟其他的女生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没有，每个女生都骗人啊，不光是我了。嗯，而且感觉很。很活泼的一个人，男朋友他就是食量真的非常大，然后感觉是永远吃不饱的那种，然后又不喜欢运动，所以很短时间之内就胖了3公斤。然后我就想办法，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他，就是学着控制自己。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很特别的手环、手表类的东西，嗯，他会电你，什么？对，他知道你手动的时候，我觉得要跟你交往哦，就说。人生要有一定的历练，
不然又要被你骗，还要被你电，然后还要被你整一下，这样也不行。我是为你好，对，我是要帮，而且花了不少钱呢，好恐怖哦。然后怎么电他？有谁敢试？杜丽还是梦多，你们敢吗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先勇敢？谁先勇敢？兄弟，为什么两个？因为你们是真男人。哎，是没有错，对对对，没错啦，对啦。来，快点，谁要来？谁要来？一次而已。刀石头布。他是不是慢出？没有，没有，来吧，杜丽，小心不要举手哦。哎，还好，我跟你讲，还好手毛不会导电。还没有，等他绑好，等他绑好。好紧张，你手不要乱动哦。然后嘞，然后你就要假装吃东西，假装吃东西，假装手举起来，把东西拿起来。我这么害怕？真的是会点人吗？真的会，你试试看，你就知道。不过还好，不会。杜丽，杜丽，现在几点了？刚好没有了。你再不弄，我直接去按它也会电，是吧？我来按。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这样子。好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痛风哎哎，那如果我跟你讲，就是痛风说要用止掉，手痛脚就不痛了，电疗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帮你按一下。有吗？哪里？没看按这个吗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嘞！真的有量吗？你真的有按吗？哎，这哎真的是，如果你有心脏病的人，最好不要玩这个。小梁哥的，你来，我心率不整，我真的我被验出来。小梁哥，心率不整。小梁哥，你要来试一下，有时候都没有在跳，不知道是在为什么。你要去哪里了？您来，没有很来试一下。小梁哥，你是脚踝。我这又不是电子脚疗，怎么会发明这样的东西？对，我以为这是治疗打呼，恐怖了吧？打呼才会按下去，对，电醒他。他这个可以帮你，如果是戒烟呢，然后就是控制自己。如果戴这个真的蛮笨的，因为他换另外一只手吃不就好了吗？最笨的是花很多钱，然后不用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还是会觉得，哎，这样才有赚到，还是要历练嘛。可是我男朋友真的没有那么聪明，所以他后来就没有戴，他觉得太痛就不想用，就算。之前男朋友他是法国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法国人都是这样，还是我运气特别好？应该是哦。我遇到一个酒鬼。听起来你每一个男朋友都有问题吧？不是国外的关系吧，兄弟们？没有，其实我刚刚讲都是同一个。酒鬼不可能。只有法国人，有时候是美国人哦。可是，不过他的特色是他不会醉，他其实很厉害。他是从早喝到晚，而且是喝很多不同的酒。但是比一般是喝很多不同的更容易醉嘛，混酒。对对，可他就不会，他是从早到晚就是啤酒、香槟、红酒、白酒。哇！然后有一次我们去巴黎去他家，就是过圣诞节，然后结果他们真是从。早到晚，连晚餐的甜点里面那种布丁，不知道就是布丁水果，然后那个水果是已经有发酵的，又有加烈酒，连点心里面连甜点里面都要加酒，所以我到他们家不到半天我就吐了，然后后来就是两天头很晕都没有办法出门，结果我本来去巴黎想玩一个礼拜，都已经就是行程都准备好了，对。对啊，我也是旅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阿姨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跟我妈，我们常常去印尼的一个小岛去玩，然后在沙滩就有人卖东西嘛，卖项链、卖水果，然后就认识一个阿姨。啊，她牙齿只剩下两三颗，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可是每次看到她就很开心，就明明就是语言不通嘛，可是就用手脚，就跟她沟通。因为有一次她身体不太好的时候，她家休息，然后。有一天我就替他去沙滩卖他的项链。你在那里住了？我们在那边玩大概就是都会去一两个礼拜，对。然后刚好因为那边的观光客很多都是德国人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德文，就卖得还不错。可是有一天我跟我妈离开的时候，就刚好没有搭到船，因为天气很不好，就是下大雨，然后刮风就很可怕。可是我们都已经退房了。然后其他饭店都客满了，所以没有地方可以睡，就我们都已经有心理准备，今天晚上就睡海边，就在沙滩上。可是那个阿姨就看到我们了，她说：“哎，你们不是说要走了吗？怎么还在？”对，她说：“哦，就是没办法，要等到隔一天才会又有船。”是，她就一秒钟也都没有，就是她就直接说：“好，来我家。”啊，就直接坐。
这怎么好意思？然后你妈妈真的带你去啊？对，我们一起，我跟我妈一起了，不是光我一个，真的去了啊？对，然后就真的很感动，嗯，哇，他就虽然自己也没有，就是生活没有过得说非常好，家里当然也是很简单，嗯，可是他就很热情的，他有什么就跟我们分享，然后煮东西给我们吃，而且他只有一张床，他说一定要给我们睡，他睡地板啊，真的，然后隔天还就是帮我们背着行李送我们到马桶马桶去。哦，天哪，你真的是真心的在他就是感动哎，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自己就是生活已经没有过得说非常好，可是就很愿意我有什么我就会跟你分享。对，羡慕哇，好漂亮哦！要么就是老外先漂亮，对，老外漂亮完，还有一种人叫做混血儿先漂亮，对对对对，混血儿好漂亮，然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些就是土生土长 ，local 对，是 local 的，我们就是一瓜一些头刀啦，好不好？身材娇小，那大家有没有最羡慕西方老外哪个部位？我先说好了，我觉得我最羡慕老外他们的五官会非常的深邃，对对，然后呢，尤其是他们的鼻子都非常的坚挺，对呀，对，然后我就很羡慕，因为我从小呢出生的时候，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可能有某个部分没有这么宽裕，因此呢，我对我的侧面看起来鼻子就很扁塌，哦，对，看侧面是扁的，我现在完全是没有整的状况，这样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而且小抠在讲喜欢，小抠在讲是喜欢。如果你把它整得很挺的话，我会觉得不适合，没有，我觉得不好看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真的。而且刚小抠在讲的时候，导播镜头完全在拍白米儿，我怎么看都只看到白米儿好漂亮。可是你的腿应该已经比百合再长一点了吧？有吧，有吧。来，我们来抢光啊！来抢光啊！抢光百合。是说要叫两个50步叫100步我们来感觉一下嘛，先邀请鳖跟龟。身高还差不多呢，是，而且百合的身高。身高，他穿更高的，来来中间啦，两位，来中间，我们先把鳖跟龟准备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欢迎长颈鹿白米儿，长颈鹿，白米儿真的是很高，不是，你们已经穿高跟又高腰了，我们已经穿，而且我在你们旁边已经算高了，对，哇，兄弟，赶快走开，赶快走开，好危险，你怎么这么高？你怎么这么高？我有穿高跟鞋啊！我们也有穿高跟鞋，我们也有穿高跟鞋。你多高啊？178。天啊，178，羡慕。那你站很直，我们看一下，很直，站直的。站直，哎，你们看，你站中间，我们感觉一下。而且白米尔的腰就让我的胸。哇！我觉得你们这样看起来很可爱，会看起来比较年轻。我觉得外国人常常会。比较容易看起来比较成熟，这不一定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你屁股太大哎，什么？对啊，而且你刚刚讲的不对，他的腰是到你的喉咙。哦，什么？小偷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站在他前面，他也挡不住他。真的你站在他前面有没有？哇，完全挡不住啊！哎，不行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们气势要够强，给你们走个秀，感觉一下好不好？来啊，气场，气场，气场啊！就像你跳的。好。欧美时尚的童装布，好，白米儿，白米儿，来，哇，标准，这绝对是梦幻女郎啊，哇，走秀的感觉啦，维多利亚的秘密啊，不好意思，快点，你走，小百合，我们帮你，你可以走这边，或者是走那边，走这边啦，我要走这边，帮你，帮你，妈妈她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好难哦！哎，为什么年纪相仿，大小差这么多？对呀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到这么高的？其实我大概11岁的时候就已经有175了。是喝牛奶啊？
喝牛奶，好像吃吃什么才可以？那后来十年他才长三公分。对，谢谢我十一岁，不止十年了，可是谢谢。对对对对，二十年。有吃什么，或是几点睡啊？有什么那个秘诀？他没有秘诀，他就是出生然后就长高了。我爸基因问题。不好意思，他们现在还一直问说，哎，那奇怪，你是吃些什么的？来得及吗？可以补救一下，这个算了啦，好吧。我觉得没有，因为说真的，他的这个脸啊，洋娃娃脸啊，摆在我们这种矮冬瓜身上会很奇怪。对，我们的脸摆在这么高的身上呢，那简直就像纸扎人，有点像，很奇怪。所以算了，我们珍惜自己。我觉得你们真可爱啊！我跟你讲，至少火灾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会呼吸到真正的氧气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吸饱，对，而且起码他们三个人可以去拍转大人的广告。OK 啦，没问题。谢谢明儿，谢谢两位。身高比较高，很多地方都比较不方便，就是常常照镜子的时候，我都看不到我自己的头，都被砍掉了。哦，这个也很麻烦，这个也很麻烦。对，镜子只有到这里。对，而且你很难跟人家合照。嗯，别人都比较讨厌你，就 selfie， 我要一伸脚就绊倒人啊！我觉得真的很欠揍的抱怨，真的，腿也很长，对，就是常常就真的很不方便，就整个就缩成一团，不知道放哪里去，就特别是搭车的时候或者搭飞机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我比较厉害的是，我可以这样把自己弄起来，然后就可以这样睡着，像软骨功一样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其实这边有一张照片，我坐的时候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哇塞，就很尴尬，对，特别台北的。哪一个是你？哪一个是你？这只，它真的很。这只猴子是我。哎，我完全只看到腿，哎，腿好长哦，救命啊！天哪，而且这样还是是不是其实不喜欢这样子？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让我很尴尬。然后就很不方便，然后又不舒服，然后又会打扰到别人。就是有些餐厅，就像刚刚他讲的，就比较窄的时候，我就只好把腿伸出去一下哈，休息一下。可是有时候会别人会撞到或者跌倒啊，摔过去，结果他们的所有的盘子都掉到地上去，就真的蛮尴尬。头发啊，对对对，头发太细难了。这个我完全不了解，因为我真的很欣赏你们亚洲人的头发，就是很粗很漂亮，发质很毛躁，就发质超好的。对，大概是我之前因为工作染了好几次，所以发质就是稍微比较细一点了。嗯，可是我觉得头发细很容易会看起来好像头发比较少，嗯，所以我看到你的头我都好羡慕。你们有弄发片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都是自然，是真发。但是我们是头发太粗，所以就那个卷头发很容易就变直啊。可是我也是，那到底是谁卷的不容易直啊？没有，我也是很容易直。头发细的不好造型，对，没错，对。可是像我们头发很多，我们的困难就是很难吹干，造型很久，或者是他那个造型没有办法维持，因为他很重。剪头发人家要给你加钱。对 对, 對，最可恶的是我朋友帮我们剪。对，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啊，你知道我头发好重，我每次去给他剪都要帮我特别剪成，就是修成。让它看起来比较少，然后比较轻一点，它下面都剪掉了。对，我坐在旁边说，真的。好羡慕，真的是我很羡慕。那我做造型的时候也是，就很容易就会直掉，然后看起来就好像没有很多头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强 YouTube 频道，最新影片随你看，精彩内容不漏接。